刀锋只刺入一份，是因为你担心杀人受累，还是也对我有一份真心？少爷，你这样的举动有点不得体。抱歉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再 dirty 一点， dirty 一点。为肉羹已经有所怀疑，那居然是香菇兔兔羹。为什么要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，而且人家也属兔兔啊！我与楚飞来品茶，他比我更喜欢兔兔，事情由他来揭穿，比我动手。好，你懂了吗？污蔑清白之人，这一回恐怕就是皇后也救不了你了。算几岁？雷公在上，请你澄清，若玉太妃真的是杀人凶手，包子，请你替天行道，严惩恶人。雷公滚！妹妹尊容出众，才气了得。若你愿意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姐姐，你想怎么走？两边打吗？还是染个衣？还是办张卡？不用了。弄痛你了吗？疼痛能让人清醒。我从前说这些话，妹妹可能听不进去。现在办卡有优惠啊，妹妹何不考虑考虑？一切都听从姐姐的。别